可以这样切，就这样可以打。我做一个那个洞，接着。啊，这里有一个洞，你对椅子这个拉环啊，绳子穿过去，那接着就可以了。有绳子啊，穿过去接着就可以。我的绳子这个可以拉的。最后这一片呢、啊，它有个凹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而且椅子都不影响使用。哦，椅子都可以独立使用哈。它要翻行李箱隔板呢、啊，哈、哦。翻下。